好 ，OK， 来，实验室伙伴大家好，刚刚阿元都已经戴那个护目镜了啊。来这边，等一下呢，我会实际上示范一下我们这一块的操作哦，这块操作。来这里，我们是做 C4 的油脂过氧化检验。那油脂过氧化检验的时候呢，好，老师或助教当天配置的有三个，第一个碘化钾，饱和碘化钾7公克的碘化钾，加上4毫升的水搅到溶解哦。那在这边的话，可以镜头看一下。今天要看一下这边齁，那事实上这样的话只有5毫升齁，而且那个东西需要那个需要当场配齁，它才不会那个。好，来再来呢，硫代硫酸钠 0.01N， 那硫代硫酸钠的话我这边算过齁，我们实验室的是 97% 的纯度，所以这边是 0.4075 定量到250毫升齁，所以这种是要老师跟助教当天用的齁，那你们到考场一样就是拿了就用齁，拿了就用。第三个淀粉指示剂，淀粉指示剂的话在这边。好，淀粉指示剂在这里，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来那现在看老头子示范这一块齁，这边呢第一个称取油脂样品5公克到小数点2位，至于250毫升有磨砂口，那这里有两个磨砂口，来镜头看一下。记得看有这两磨砂口哦。好，来那这边呢称5公克，那我知道有一些人有买参考书对不对，他写10公克也都可以齁，也都可以。然后至于磨砂口，倒入50毫升的醋酸异辛烷混合液，使其溶解齁。好，来那我们来示范这个动作。好 ,OK, 来你们可以过来看阿元怎么做。好，那个这个事实上是杨帮我分装的啊、哦。那在这边过程当中，你看一下这个地方，这边就没办法镜头抓不到了啊、哦。好，那在过程当中呢，需不需要上盖无所谓，一般我没有用的时候就放到旁边去。归零，这是早上那个另外一个同学做的，这是我们做这个啊、哦。第一个我用5毫升，来等我一下下哈，来等我一下下，等我一下下。标签贴纸，我去拿标签贴纸，因为标签贴纸其实是蛮好用的。好，来这里，哎，我用这个是示范实验哈，那你们看过有印象之后，你们未来自己来。好，那因为这边已经归零了，对不对？上去，再归零。那事实上它是做两次哦，啊，这个就先不管它了哈，因为。那他是做完一次再做第二次，你们是能不能两个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哈。好，来这边归零，我第一个取5毫克，那关键在这边哦。这东西的时候，吸不要碰到磨砂口，因为磨砂口重量算，但是却没有进入反应，不要碰到磨砂口，垂直进去。哦，这样一次是1公克多，那我知道了，小心不要碰到磨砂口。为什么？因为磨砂口等一下塞住它不会起反应。有算重量分母增加却不会起反应、哦、所以会干扰误差。好，那它因为它二重复，所以我就应该我猜你们在考场的时候先做完第一个再做第二个。因为它顺序是这样子，那我也不敢忤逆它哈。好，再来一样，不要碰到磨砂口进去。慢。就差一点点，你看，我不是用挤的，我是用压的。再差一滴，好。我刚才是这样压的，我挤出去的时候是这样把撇到旁边，我就不是用压的哈。这个都是小事，来再一滴看看。
好 ,5.01, 好这边写 5.01, 那我故意另外一个用10公克啊，因为你们有人反映说有人用10公克啊，课本用另外一本课本用10公克，好那没关系，这个跟着它没关系，好来这里归零，一样不要碰到磨砂口，碰到磨砂口非常明显，它磨砂物状马上变透明啊！我就知道以我们这个情况的话，滴下2公克，两下，应该两下就够了哈，所以我就慢慢来。我现在不是用压的，我用把扭脖子扭到旁边去。啊，不对，我这个用10哈，突然想到，因为到时候我跟你讲，你们在考场上，他一定会先事先给你那一个。他事先给你数量，他一定会自己先滴定过。前一天晚上可能先滴定过，就差那么一滴，好，再一滴，一滴，一滴，好 ，OK， 好，对这边等一下你们可以练习啊，刚好10:00。好 ，OK， 那在这边呢，接下来加50毫升的混合液。50毫升的话，一定要在抽气柜加，不加的话就错了啊、哦，就会被扣分。那50毫升的话，到时候我已经有放这个在这边，到时候我会标上那个 C4 了啊、哦。好，这边是我刚才配的，第一个我加50。啊，一样好，头蹲下去看，看到50的位置。好，因为那个他说这个动作如果没有在里面做就扣分，在50。好，一样，弯压下去50。好，来，现在哈，现在已经加进去，对不对？那里面的醋酸是属于有机，跟着醋酸是属于急性溶液层，里面的异辛烷是属于那个层哈。来 ，OK， 来再来呢，他告诉你说要摇晃。这时间点，然后告诉你说，来这边摇晃此期溶解，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要摇晃多久，对不对？那一般我们摇晃的话，一般你们可能一次做一只，我是偷懒，我是做两只哦。好，那这东西的话，一般而言哈，摇到一个程度之后，稍微松开，因为这是我们在学那个分液漏斗的时候就这样子玩，因为它可能会产气或者产温度改变，让它把压力平衡掉。好，那压的时候过程当中压紧它。好，那现在说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它的东西会在里面，然后呢那个使其溶解齁，然后使其溶解意思就是说它这时候异辛烷会跟它混在一起。第三步，用刻度吸量管加入 0.5 饱和碘化钠溶液，来看我怎么做。刻度吸量管在这边，刻度吸量管好，那因为到时候我会标齁，刻度吸量管这支是用这个的，而且你们看到刚好有一点点颜色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假设是全新的刻度吸量加上 0.5， 好，因为它只有5毫升哦，它非常少哦，所以我拿出来给你们看，它可能用什么装我也不知道哦。来这边一样，这边顶住就双黄线在这边。
好，开始了。好， 0.5 就好了啊、哦。来这边，这种很小事你们有经验就知道，不要太多。然后而且，因为它这边是多少，它这边一整只就是一毫升，所以 0.5 毫升呢，就是刻入到一半的位置，刻入到5的位置，过头了，对不对？一点放一点点到这，因为它不是微生物，所以可以握这边没关系。好，看一下5的刻度。OK， 好。哦，味道蛮重的啊、哦。好，那一样这边。好，等一下会摇晃一分钟哦。好，再来。尽量拿，哎，怎么拿？尽量拿垂直的，吸过头一点点，放。好，到5的位置。好，这边结束。好，那因为它需要避光，所以我就把它装回去。但事实上哈，因为早上有同学在做的时候，他发现吸不到，吸到泡泡，他以为是半罐，是不是？他只有5毫升而已，所以非常少哦。OK， 好来，我把它装回去，味道有点重哦。好来，你看步骤，那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呢？来看这步骤，加入碘化钾。第三步对不对？刻度吸两管，加入另一个保持，持续摇晃一分钟。然后呢，不然会扣分。他要写不然会扣分，不是我讲的哦，他讲的哦，不然会扣分哦。好，开始，1秒钟、2秒钟、3秒钟、4秒钟、5秒钟、6秒钟、7秒钟、8秒钟、9秒钟、10秒钟。来，我们以前在化学系学，我不是化学系，我是农业化学系，这种东西一摇完先放弃。因为它有些你们没做到那个实验啊，真的会一夹在，因为它里面反应会产气。好，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。啊，假设我已经摇了一分钟了啊、哦，好摇了一分钟，好，因为他写不摇没有摇一分钟扣分。好，来加入30毫升的蒸馏水，来30毫升蒸馏水了，那我用这个来做啊、哦，30毫升蒸馏水，到时候我会有专用的给你们那个啊、哦，30毫升，来30毫升在哪里？这是不错哈、哦，零往下降。零往上升，30在这里，好，所以那个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我先加第一支。好，等一下再摇晃，好，先不。我有两只会摇完了就丢到旁边去。好，第二只。好 ，OK。好，加完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没有写。但是另外一本市售的讲义，他说要摇晃。好，那这边这个实验没有，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磨砂口，只要摇晃就会泄压。那其实我不喜欢上下，因为上下可能撞到磨砂口，我比较喜欢这样子哈。好，下一步骤呢？他说加入30毫升的硫酸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用 0.01N 的滴到它呈现黄标准，滴到它呈现黄色的时候，这时候加入加入 10% SDS 0.5。好，那我们之前在做的时候发现说，这个地方不容易呈现，不容易呈现。后来我跟杨抓到一个点，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发现加一毫升就好。好，那我在往下走之前给你看，我们今天上午做的长这个样子。
但是它里面没有说可以戴手套，所以我就不戴手套。而且我们一般种上时间不太，这个你都下次可以吃掉，下次来、哎、这个哈，有没有看到蓝色？这就是蓝色。这个等一下滴的时候会滴掉，很不明显哦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一团那个污染物，对不对？它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哦。好，来，那在这边的话，他说滴已经持续摇晃一分钟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呢，他要你滴这块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他我们滴入饱和碘化钾，这时候持续摇晃会把它的碘离子还原成碘元素。好，再加入30毫升的水，设法把它形成三碘错离子的时候，会跑到下面去哦。好，再下来滴一点点的，滴一点点的那个的硫代硫酸钠，硫代硫酸钠。来，接下来这个碘要看哦，这个碘要看哦。硫代硫酸钠我们在配置过程中长这个样子哦。好，来，好来，所以关键点在这边哦。好，那我以这支而言的话哈。那个漏斗的话，他们都是用5毫升的，对不起，直径5公分的漏斗。好，那我就拿5公分的漏斗。好，关键来了，关键来了，你会发现我用什么颜色的瓶子装硫代硫酸钠？用棕色瓶子哦。好，来，那个一样，这边会有一个废液桶，废液桶。好，来，那这边。我装进去哦，我装进去。哎，好，我去吧。算了，我先放掉好了。我先故意放掉，因为我示范给你们看。好，好，因为这边气泡要消掉哈。来，这边关注哈。来，我先开始哦。先加5毫升就好了，不用多，一边倒一边感觉。大概5毫升哦，来，关键来哦，先润洗它，确定关闭的加进去 ，OK， 把它拿下来，然后呢，把导盖放这边，拿起来，开口朝着我们废液桶，万一掉出去的时候，开始让润洗转一圈。你们看到，我已经看到这边来了哦，再润洗转一圈，让它整个都流过一次哦。好，来倒出一点点，剩下的从这边出去。好，那我发现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也犯这个错哈，真的，好，来，剩的从这边吐出去，这样子的话，它就是 OK 的。好，第二个消气泡，消气泡过程当中呢，一样放上去，装到超过线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这一波是消气泡。好 ，OK， 现在没有满没关系。好，来，这边关键来了，这边是不是气泡？这边没有实心，这边没有实心，怎么消气泡呢？两只手，因为不要一只手，因为它可能会断掉哈。快冲快关，快冲看到满就快关，满了关，没有气泡。因为我每天就这样被训练，后来发现他说这个没做要扣分。好，来，他是不是已经滴到这边来了？再说再加过头，再加过头，加过头没关系，好，然后关起来，这个拿开，好，接下来呢，降低一点点，停，刚刚好再切起，好，好来 ，OK， 那。它是不是要让它变成黄色？变成黄色，至少我觉得这个已经对我而言已经很黄了啊，这个已经很黄了。那我跟娘之前抓到的条件就是说，它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先滴一些进去，一些进去哈。好，来，依这个而言的话，好，依这个而言的话。好，降低我自己先抓第一毫升或者 0.5 毫升都 OK。
其实它，我觉得它已经变黄了啦，哈，看见其实已经变黄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针对它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哦，他说，让它变黄，让它变黄，然后就滴定成黄色，其实它本来就有点黄色的哈、哦。加入 10% SDS 0.5 毫升以及适量的淀粉指示剂，来看老人家这边怎么做啊？好，这边 SDS 我用这一支 0.5 毫升，你看，一人自编自导自演，连这个都顾啊。好，下来到 0.5 的位置，这边是一。所以 0.5 在这边，写5的底线。你发现我这边我就抽一点，抽一点，抽一点，哦，超过了。好 ，OK， 刚好放出去。好，尽量不要碰到。好 ，OK， 再加。几滴，好，开始摇晃，它会产生蓝色。好，那其实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好像四月吧，哪里来的蓝色跟我想的不一样？仔细看那些小颗粒就是蓝色。好，来。他说，这时候碘元素跟碘离子会形成三碘错离子，属于水溶性，跟淀粉会产生蓝色反应。好，那这样子的时候，他会等一下会慢慢出来了吗？我们再等一下哦。不明显，对不对？我看那个，你现在看那个蓝色那个，那还是我加料的。还是我加料的好 ,OK, 来我先让他休息一下、哦。那这边能不能继续滴第二支？不行，因为他除非你把数字归零分段记录，不然他现在滴的东西就是给他用的。好，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啊，我买的这个品质不好，他会滴水。滴水其实就会有误差。我相信大部分各位考场不会出这种问题。好，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有没有看到蓝色？老实讲我都不敢讲了。因为蓝色很不明显，上次做都是这样，一直都是这样，没有出现蓝色的啊。就是上层会有一点点浅浅的蓝。因为后来我好像我跟那个杨宇元导演完之后，放了二十分钟之后说，哎，刚才没有的东西出现蓝色的。好了，那我再给各位看刚才我们做的那一个，哎，对不起，我过一下。好，那你先忙哈。好，那预期的蓝色，这是我加料的。会长这个样子，蓝色淀粉颗粒。你看那个咖啡渣，对没？这就是蓝色哈。好，然后呢，这样子的话，好 ，OK， 那我就继续往下滴定了。哎，我感觉好像有一点沉掉，有了哈，有了哈，有了哦。好，来 ，OK， 我先继续滴定哦。好，来，好，在这边。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另外一个东西，我没有做到这个。好，一样哈，左手绕过去，右手再晃啊，来这边。蓝色的，直到蓝色消失掉，我先暂停一下。你们觉得消失掉了吗？还没，好像还有一个小颗粒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来，好，我先暂停哈，来，这样子。
我感觉好像还有一点，糟糕，是我老花眼还是怎么样？还有一些了啊、哦嗯。有啊，在那个光下面蓝色就蛮明显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应该是我老花眼了啊、哦。好，就这样慢慢滴。对，然后呢？今天我们另外一个伙伴把它滴到整个都是，没有我感觉吗？好像有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 ，OK， 那目前已经滴了大概两毫升多。咦，那黄色植物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假设了哈，假设。好，动作暂停了。假设我们已经看不到黄色，它已经变成黄色不见，其实要看蓝色消失才对了啊。但感觉那个到底是什么？好，我先假设这样子好不好？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眼睛看到是多少？眼睛看到是 3.4 3.4 哦。好，来，那再来是换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这滴完了啊、哦，这滴完了。那这个我还没有滴，有那个蓝色的那些。好嘞，那这个的话我再滴一次。他说先滴一些些，让它成黄色哈、哦。这边从 3.4 起跳，就把它记录起来 3.4。滴一点点，让它开始。好 ，OK。第3.4 ，OK， 从3.4起跳。好，再来呢，请加入百分之那个，请加入 SDS， 先加入 KI， 先加入 SDS， 再加入 KI。好，来 SDS 在这里。对吗？要加 KI 吗？没有啦，加 SDS 0.5，然后再加电子。OK，OK，Sorry，Sorry， 我加错了哈。加电门指示器，对对对对，谢谢提醒。这前面已经加过了，好，谢谢提醒。好，到 0.5 的位置。好，到这边。好，都出去。再加电门指示器。好，假设我。假设我故意吸浓一点的电门起来，我试试看啊。好，来这边。这个就真的变蓝了。对，因为早上的同学反映说，是不是那个颜色变蓝的时候，用10毫克会比较容易变蓝？那我目前看到似乎用10毫克比较容易变蓝，变成这个颜色哦，所以有可能哦，有可能哦，对。好，那而且指示器它会沉淀我吸下面的精华。对啊，还是我们还是加多一点。OK， 试试看，它变成就是说，那到时候我们在考场上看它会走哪个路线啊、哦？好，一样，刚才从 3.4 开始，然后加了一毫升进去，让它就是整个变黄色。好，那我已经加完了啊。哦，拍个照。之前滴那个甲基醇的时候也是，它那个、那个滴的那个试剂如果太多，它变色的那个速度就很快。对，可以。好，那现在看起来就有一点，来，你说这个蓝色你可以接受吗？就是说，我看到有一点点那种粒子啦。对啊。但是你跟我讲蓝色跟我。你那个叙述的名词跟我叙述名词有点差异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讲沉淀物比较明确。讲沉淀物 ，OK， 好来，那我们来滴喽。好来，现在从 3.4 开始啊、哦，好来开始。那刚才的地方是 3.4 起跳，对不对？前个 3.4 这边的话会 6.8 是两倍， 6.8 加上 3.4 的话大概10出头。好，来开始。
放慢。好，再加一点，因为我觉得色还在，感觉蒙蒙的那些脏脏的颗粒还在。一闪神就过了哈，现在是多少？现在是7点，我会设成7.7，也就是从3.4到7.7。OK， 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来，我再拍个照。好 ，OK， 如果这个东西，如果你们晚一点要弄的话，就用这个模仿我这个形式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计算我就先跳过哈，来这边。这边过氧化价呢，就是 S 就是它滴定的那个所滴定的体积。我们第一个是 3.4， 第二个是 6.7 减掉前面的 3.4。好，然后数量会不一样。好，再来呢，乘上 0.01 乘上 F 力价，那假设是 0.98 或者假设 0.97， 因为百分之百就是一嘛。好，再除以它的重量，它重量是多少？它的重量是 5.0 多，那我另外一个故意测 10.00 克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算完之后呢，就可以得到它的那个过氧化价。好，那对他而言的话，他说重复1到6再做一次，其实变成你们要做两次，不能二重复，因为劳动部规定就是这样子。好 ，OK 咯，好来，我们先暂停一下，等一下再讲解下一个实验。